哎呀，病好了，假期结束了，又要回到养鸡场看鸡了。每天送个甘草块，巡视巡视鸡。这忙碌的日子，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这些鸡也还算乖巧，看起来没什么难度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看个头好像是个小姐姐，不过她背上的翅膀难道是 cosplay？ 小姐姐，你一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？难道是个哑巴？小姐姐，你能说话吗？哎呦，打我干嘛？我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，认识认识嘛。干嘛这么绝情啊？别追了，别追了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啊！刚才那小姐姐也太凶了吧，这打得我浑身酸疼。那是阿飞吗？他在干嘛？不怕被那个小姐姐打吗？阿飞，你别离他那么近，小心挨打啊！谁？你是说这些阿拉克尼吗？阿拉克尼？那是个什么东西？就是这些人形的小家伙，虽然他们本质上还是怪物，但是我已经把他们驯服了。真的吗？我试试。哎，你打他干嘛？哎，不是，怎么另外一只也一起过来打我了呀？你打他干嘛？他们阿拉克尼可是十分讲究团结的生物，惹了一个你就等着凉凉吧。救命啊！自己惹的祸自己受，我可不帮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甜蜜思念，你的笑容就在眼前，可是我